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你们看现在天还没有亮，我又要出去吃喝玩乐啦。Moments later. I'm now at Lingming Sun.吃饱了，现在去走吊桥。
我现在来到这个松爱人病的隧道，很可惜今天没有开，因为它这边写着一个 close for maintenance， 所以今天无法再次体验。1 hour later. 我现在来到这个班戴柏林洞，寻找传说中的大海龟。What？ 1 few moments later.
吃了晚餐，回酒店睡觉了。明天继续。